房的话呢，27坪有做到2套卫浴，所以目前是现在年轻人最主要的一个产品。抢进房市入主从化区，近年来成不少民众买房选项。国内有上市建设集团首度插旗三重，在二重从化区推出小坪数精品宅，吸引不少双北购物客买气。有40%来自于台北市。因为这个地理环境它距离台北市很近，一站就到台北火车站。在地客来讲的话，三重这个区块的二重从化区是新颖的，那日后的整个街廓啊，还有包含到植栽人文道路的一个规划到位啊，从化区它绝对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环境。能徜徉大都会公园水岸绿带，拥抱乐活健康生活，临近台北捷运三重站和基捷利多，挟带双捷交汇交通优势，一桥之隔房价又较台北亲民许多，加上二重从化区未来在行政经济层面增值潜力，也推升建案销售增温，已突破70%。那当然我们希望能导入我们对于格局的规划，还有生活上硬体软体的一些美感，提供一个不一样的精品的高端的一个小宅产品，融入城中度假概念，打出无边际泳池、森林图书馆等设施，加强亲子融合与生活体验。小坪数精品宅站稳房市主流，结合新兴从化区加成效益，也成为近年来房市新黑马。三选综合报道。